Chinese painting is a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day at China Millennium Monument in Beijing, we're going to meet painting masters Qi Baishi, Xu Beihong, and Zhang Daqian. This exhibition showcases nearly 40 master-level authentic paintings using digital multimedia, as well as sound, light, and shadow. 我们这次所有的藏品都来自天津博物馆藏的这三位大师的真迹。1932年到1952年，动荡的时期，他们对中国美术当时思考的这样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徐悲鸿先生的艺术成就最为后人所熟悉的是他画马的这一系列主题。我们展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马的集合。这个画有一个题款，第一句叫“芳草得来且自保”，自我比喻一个吃苦耐劳、愿意为了自己的事业乃至于国家去耕耘、去辛苦奋斗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知道徐悲鸿是一位以西润中中西结合的一个画家，那他在青年时期呢，曾经在法国学习素描，当时他是用西画的技巧去写生。今天我们看到的马有这个解剖骨骼的这个关系，都是西方绘画的内核，但是呢，他是用中国的水墨来去表现它，并且富有一种中国的精神。 我们很喜闻乐见的作品，比如说齐白石画的虾啦，齐白石画的蔬菜呀。齐白石的虾其实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一幅画上，每一只虾它的形态实际上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重点看它的虾的这个触须，它的用笔是既肯定又刚劲有力，同时又都是柔软的。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水草在虾的方向，我们好像看到了有风。 在这个水上起了这个涟漪，在穿行，他画虾的这个功底，还有这个神韵，都是非常栩栩如生。我们在张大千这个单元里最多讨论的一个词就是山水。张大千是一位临摹的大师，学习继承古人的笔法、气度，还有这个神韵，但是能够自己开创、综合提炼他们的精神。 这个场景是雁荡山，它非常有名的三折瀑布。他们站在大山里边瀑布之下，感受到人之于自然的一种渺小，可能就是中国画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精神和情怀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抽象的一个张大千泼墨山水，一个多媒体互动的单元，展现了我们对于这传统艺术和当代碰撞的一些新的思考。Caroline Wu, CGTN, Beijing.